地位是由天而来，啊，那悔恨就是讲后悔，是由功而生。所以人讲，咱讲话爱互听了欢喜，啊，做代志爱互做了欢喜。所以老师讲人讲讲，上天对每一种众生拢是公平的，拢是大公无私的，拢是寸光不埋的，先得必偿。那么在因严格回的体中，就是讲道理啊。恁如何犯了错，你无是天律的制裁。所以恁所讲的不可以言相言，不可以言反辩。咱刚才咱以言来当反辩，咱讲一句话有来办咱的辩护。因为有时人讲一句倒胎两胎的事，但是你的话会让人去死。所以我们讲话较大刀，所以咱会使以言来反辩，唔通听风就是雨，听着头啊就讲话，害人的名声，你的罪比害人佫较严重。所以咱以言无数，咱来以言立定，以言平定。以咱的文献讲以言平定，咱若讲正当的话，讲真理。来宣传道亲，咱就是以言平定，所以呢，咱爱知影讲，咱来以言行事。最后咱结论，我想吼，因为虽然时间长了，但是也无差别。这结论，这就是互我用所讲十五条规，第一条到十五条拢非常的重要。我下来最后来讲结论。Oh, God.
咱民间厝，甲咱厝边即个长路条水，当然修学校内底当中，即个水管甲水井，即是咧修万多啊，咱讲第二条生命，修万多嘛对即个水甲即个礼仪礼节，若无来遵守啊，就是咧修万多已经乱去。乱修物件是乱起迄个本源，所以修道甲法道一定要有这个规定做遵守。就参照咱国家的这个法律，因为咱是一个法治的国家，啊，法治的国家就是阮大家拢来遵守这个法。咱国规，咱也大家来遵守这个法，这个国家会变成哪？变成台湾。啊，咱人要来做一个人主人。你个做面的主人，他就无法度。所以，即、這个咱要会当达到咱面来做主人，就是咱每一个人一定要有哪，要有即个法的力量，用法来治理即个社会。啊，咱人要去遵守着即个法，啊，即、這个法，即、這个社会才当安定。啊，咱今日咧想到，就是讲咱每一个人之外。你修办的那个气脉，因为这个修办都不是像过去啊，有名不敢为，无名不敢自传，无像过去啊，顶官讲的下底人啊，拢无意见，跟你讲的讲，迄、那个乖乖牌。但是这个修办都无安尼哦，这个修办都跟他讲一句，你的意见怎么无？哦，阿伯阿叔一见就安尼来。上下已经有讨好去啊，阿免啦，啊一定要有一个依循啊，因多只人甲你依循，人甲你遵守，你嘛有法度啊。但是咱介上加一个道德标准是啥？就是十五条不轨。啊，咱一个修道含这个十五条不轨的上加加道德标准，咱都无法遵守。啊，若安尼，咱要修什么道？要学什么道？要成什么分？哦，一成之后要变成，咱讲混乱的混乱哦。哦、所以呢，咱今日来了解，这个十五条方面，就是咱每一个人的志愿。你修办到一个志愿，上界重要一个依循。啊，希望我咧各位会当按照着咱这个法规，甲这礼仪来这个行事，这是非常重要。不过因为呢，咱人家有啊，人家说啊，啊，甲咱这十五条规啊，当然嘛，讲啊真清楚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希望咱未来。会当按照着这个规矩来做一个仪式，哦，由于今仔十五条规，足久拢无讲啊啦吼，啊，大家今仔十五条规拢陌生去啊，哦，啊，十五规定义啊，就做我诶，无相关啦吼，安、哦、尼叫做呢，安尼叫做左右，啊，左右就是偏差的意思吼，啊，那另外呢，会使甲讲时间已经啊已经成十分啊啦吼，啊，可能大家。心啊，咧着急吼，咧等。不过，因我来宣布一件代志，啊，宣布一件代志。啊，就讲参加咱这中学新专班，哦，因个个看法，当然，拢咱一寡这老学生，或者介绍感觉就是拢是为咱这年轻。啊，这就是呐，这就是有阵时啊，对咱的助理、领导、到副领导、到各位组长、到各位职业人才，要用心咧叫。是安怎嘛无遐近，因为都叫人倒去倒完，搁再连落落再来出来安尼尔，出咧新就是拢无人咧叫。啊，毕竟较生存嘛是这人，对无？啊，这人今日做新人班，安尼来讲，也是要培养一挂较新的热情，有新的热情来听班。啊，有新的听班的当中，毕竟新的拢无人办学生咧叫，都发一个多，有咱照常吃饭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用这款的物件就是讲，这叫做哪咧？这叫做固定的形式。固定的形式性的物件，啊，这个一年安尼，一班啊，两班啊，三班啊，安尼，佮后底啊，十年、二十年，完全就是安尼。所以变成一个形式性的物件。啊，所以我也希望讲，咱对咱的助理，哦，啊，到咱下底干部之外，这个物件一定爱哪来，要加用一寡心。因为安尼讲，咱有一个精湛班。啊，精湛班就是班，精湛班就是咱第五个清考的上班，叫精湛班。啊，咱
这一个月到月初底，哦，本来精湛班啦吼，啊，拢伫咱护学遐咧开个班次，啊，一寡老师可能吼身体较袂堪一啦吼，讲吼啊，一爬啊爬去到个上三楼顶吼，爬到平面喘吼，啊，爬袂啥到啦，啊，无啥力气吼，搁一个问题，讲哦，咱个腰歹坐吼，啊，一个腰酸背痛，我咱想着是块上好命啦吼。那去泰国拢坐了医院，真正咱好去到迄个哪咧？去到迄个叫迄个叫迄个迄个叫迄个什么药千人家？哦，道光寺吼。哦，德福山，拢坐医院是咱咧医，咱咧第一个医院，讲治疗爱坐五天，讲治疗爱坐五天哦。咱想个，咱人咧甲讲个，全世界修行啦吼，应该是咧心安所欲，性而也是咧享受。全世界哦，我唔是咧讲诶时阵啊，咱爱上全世界，是咱诶时阵啊，伊也是一个享受嘛。当然，互咱人一个爽快环境，变成形成即种哪样习惯，我无直接咧以后我来承担。哦，啊，这是因为变成哦，刚刚讲咱无法度去改变即个物件。哦，啊，若一个较放下以后无法度，像我无直接，我无法度直接咯，变成啦无法度提升。所以我希望讲，当然啦，咱道着尽量要来较舒服，这是一个重点。但是咱一定爱袂使去强调。如果今日咱伫这个遮好环境的医院，后期啦，咱若来个上南面，咱就开无这个医院钱。你不能去南面，南面去，咱坐了我要坐三天，还是两天？你这个医院有够多，啊，无恁南面换一个上款牛性的迄个医院，我坐，难道有可能？迄就无可能，啊，无可能就是安那，就是你家己改变。所以我希望咱今日修完好啦吼，是因为咧改变咱自己，在咱身心上要提升，唔通以因为听班，哦，比如讲烦啦吼，爱伊个时阵啦，即伊个问题啦吼，在咧爱听班爱听，这是绝对不对的，这是要多多提升。啊，所以咧，咱吼即次决定，因为伫咱中央，咱学校个大迄个所在遐啦吼，当然环境。因为也袂当像咱行行咧，即差好势啦吼，啊，所以咧有法决定啊，做一个真啊展览吼，开了迄个检讨会，我宣布了，以后未来即个精湛班，吼啊，大细班次，拢伫咱行行咧遮啦吼，拢即个所在。但是我希望讲，已经选了即个所在，咱遐可以听下一回，吼，爱坐伫遐，伊个就拢做较请。因咱即问题，应该大家无理由嘛。即第一问题，第二问题当中就是讲，咱会当叫叫一个人来听班，哦，因为叫来当中变了，拢差不多，咱爱上差不多五百个称号，像伊人差不多九十，我上下一百个，即个嘛不足啦吼。啊，即个前面，各位前面，咱的精湛班，咱大家去进，咱的助理甲咱的领员、副领员，去甲组织一个讲座联络。哦，啊，联络就是讲，咱今日就出发来听，即届啊，咱新娘成长的书吼，啊，伊来负责啊，即届精湛班的包养，啊，所以呢，咱精湛班当然是拢请到上的啦吼，即你讲，哦，咱会当啊，当中啊吼，尽量把咱请到上的把它创出来，这是咱讲啊，伫这个所在啊，顺便做一个交代啦吼，最后祝福各位大家身体健康。Oh, God.